来，米粒，我看一下，看没看到？米粒鼻子上有血了，我才注意到，看他这个地包天这个牙，这个马上就掉了，这个牙，别动，别动，米粒，看这个牙，就突出这个牙，马上就掉了，就，他现在牙龈里面是有血的，他现在，米粒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我看一下。别舔了，别舔了，已经松动了。哦，这个牙。别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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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。哎呀，好，已经松动了。哎呀，他现在一直在舔他这个牙，我现在只要稍微拿手给他拔一下，这个牙就掉了，就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这属于门牙这里。来，你让我看看，看这牙。呀，牙龈都这里面是有血的，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他现在难受的，我给他拔了，得给他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哦，真的是老了，这开始脱落牙了，这是。哎，我不行，我还不忍心拔这个牙，咋办嘛这？来，别舔了，别舔了，明丽啊、哦！他现在还连着呢，来，我再细细看一下，这已经完全松动了，他这个牙你看，已经就直接塌下来了牙。马上是要掉的，但是他刚才一直在舔，我得想办法给他拔掉。已经松动了，特别松了，你看这。这地包天，哎呀！那你得忍一下哦，这个不拔不行的。哎呀，不行！哎呀，我下不去手，因为他现在。还连着牙龈呢，我现在，哎呦，我这有点下不去手，这个，很疼了，这个。别动，别动，米粒啊！忍一忍，忍一忍，忍一忍。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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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还连得特别紧。我现在怕啊，就是我一用力，它疼了它。看没看到？它现在快掉这个牙，它牙龈里面是有血的。他疼，现在不行，我抓紧带他去趟医院吧，让人家医生看怎么给他拔一下。这个我不该拔，我怕给他弄疼，让人家医生弄也放心一点。虽然他现在已经松动的不行，但是还没有彻底掉。先把衣服给他穿上，给他穿个小裙子。今天天气还是比较冷的，开始起风了。这个是平平汉阿姨给小米粒买的这个小裙子，那衣服穿着哦。感觉现在粉丝是把你当成女宝宝的一样来对待了，跟个小公主似的啊，米粒，走走走，去医院啊、哦！米粒，米粒，每次一上车，可喜欢趴那里看呢，对，乖乖趴后面。抓紧看一下，哎，不要哼唧啊，他肯定也疼，那怎么可能不疼呢？最主要是啥？这个牙我不敢动，因为把它拔掉之后，我怕它会出血，出血之后还得消炎，还得给它止血，所以这个东西我弄不了，还是得带到医院去。我记得之前把米粒刚生养回我家的时候，那回我就说过，米粒它的牙齿全部都松动了，尤其它后面的后槽牙已经掉了好几颗了，真的挺可怜的，上年纪了。第一次带它去那个医院给它开那个胰腺炎的时候，然而那个宠物医生说，这个狗年龄最起码在10岁往上了。哎，
包天还掉了一颗，还是正中的那个门牙。我感觉还有另一个原因，就是他之前在外面流浪的时候，他吃的都是乱吃，或者说哪个村子里面谁家吃的骨头什么就给他扔到外面垃圾堆儿，他去那翻骨头吃，所以说他的牙齿老化是特别快的。我记得刚刚把他收养回家的时候，他的牙齿就是黑的，而且他的牙结石是特别严重的，以后都得给他吃狗粮，都得给他泡着吃，不能再让他吃硬的了。到了，下车下车啊，让医生看一下。牙掉了。对，前面那个牙。是，他有多大了？他有十岁往上了。十岁往上掉牙很正常。对，看怎么给他拔掉。牙松了。对。这个牙。拔个牙。前面，你看前面这个。这个。让我摸一下。他因为他还连着那个牙龈呢，来了，出小队，对，他牙掉了前面，他怎么给他拔一下？我刚才试着拔一下，我拔不动，我不该拔。嗯，拔完之后是不是还得给他消炎这些是吧？对，别的。看松不松动，我看。松动了。松动了。嗯，松动了。啊，这个老不咬。对，这个关。这么拽下来了。哎好、哦，这么拽，哎，这掉了，我刚不该拔。松的厉害是吧？松，对对对，直接掉了。那现在还需要给它消炎或者什么的吗？还是那个？还是那个骨刺那个是吗？对对对，就那个。这看着年龄都不小了，牙都松动。它里面，你看它后面，你看它其他牙，你看它后面的这几个牙，我看都，你看这。哦，这个也快掉，牙结石这么厚。对，牙结石太厚了，这牙结石，它变成黑的了，你看这。嗯。前面它这个牙是地包天，我怕到时候慢慢全部掉了。这掉了咋办？这咋吃东西？它泡软是吧？只能掉了以后，这狗粮就得泡软了。哦，需要消炎这些吗？上衣。要，我给你拿个口腔喷嘛。哦，口腔喷。哦，那行，可以可以。这口腔喷一直就得90呢。哦。看你拿不拿。No, 没事没事没事、哦，多少钱都行。拿给你让80，你拿。啊，那行那行，好。这个怎么喷啊？哦，你先拆开吧，你喷一下。没事。你给我喷一下，我看一下。这个是怎么用的？我们跟家好多狗狗洗完牙，哦、然后不是它肯定会有点难受，对对对，有点就是它杀菌了嘛。哦，你这个刚拔完牙，我们都这样不认上。嗯，你家边还有个狗？对，还有个狗。那个狗多大？那狗才1岁半，它那个还小。你给它把这个嘴稍微掰开一点，掰开一点是吧？没事。来，张嘴。嗯，你可以走。那，看一下。啊，就每次喷到这个牙龈上面，喷到这个牙龈上面是吧？啊，好，喷几次一天？一天喷两次，早一次晚一次，杀菌的、哦。这个可以舔，这个、可以舔。可以舔啊，可以舔。哦，这个没事啊。哦，这个没事。哦，行好，其他就没啥是吧？现在是走还是疼的？对，他后腿啊、哦，他后腿感觉有时候抬不起来了都，有时候拖在地上就抬不起来。我们自己有个狗哦，就叫安乐呀。就叫安乐呀。不行了，大小便失禁了。压就你给我说的那个狗，就我们自己的狗嘛啊。哦，那杜宾犬吧。哦，你现在压着膀胱，就时不时就是一直尿一直尿。他现在也有慢慢有这种。哦，你走路都不行了。哦，这不是人家主家吗？这人家的杜宾。哦，这个就是骨刺，这也是骨刺。这个也是骨刺，这个。哦，那都快不行了。那是吗？哎呀，我先拿四个。你走路感觉后腿就往下塌了。塌，对对，他也是。哦，我的人家腰间盘突出来。对。他是啥嘛？他是腰间盘突出分三个，哦，左右还有一个后的话，咱就是感觉直不起来，直不起来。左边一般都是这个坐腿，右边有时候腿疼不了，腿麻了就是腰间盘的问题。嗯，叫骨刺时间长就变成骨桥了，成骨桥。哦，就比骨刺还严重。连接到一块去了。哦，他上次就是那个。哦。核磁其实西安也能做，但是你做完意义不大。什么？做完怎么治了？还是没办法治。嗯，不能动手术，主要是吧？骨刺又没办法动，这只能是止疼啊！那你怎么做嘞？对对对，只能止疼。哦，所以说那个药一直吃着是吧？对，行好。拿这个药来，明丽，往里面坐，明丽啊！我看一下。哎呀，前面马上少颗牙。在明丽从医院出来了，然后给她拿了一瓶那个小的喷雾，那是消炎的。刚才今天真的是吓我一跳，明丽这个牙的事，那会把我吓的呀！我又不敢自己弄，也没弄过这个东西，
所以专业带他来医院看一下。人家但是人家医生轻轻拿那个镊子一拔就拔掉了，但是属实也把我吓一跳。但是刚才和人家医生在聊天也说了下他背上这个骨刺的问题，我记得之前有期视频讲过，就是他们医生朋友有条狗狗杜宾犬，然后就是因为这个骨刺导致现在人家最近在考虑做安乐。哇，当时听到这个安乐死的时候，哎呀，我心里又咯噔一下，又真的好怕米粒走到那一天。所以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给米粒一个幸福的后半生，没办法，以后得好好照顾他，得多注意点他的饮食，还有一些营养这些东西我都得注意一下。你像米粒这个骨刺问题哦，人家其实医生哦也没太大的建议，就只能让他吃那个止痛消炎药，手术的话米粒这么大年龄也没法做。我也是想各种办法给他治疗，但是所有汇总下来的意见还是说让他吃这个止痛消炎药，因为没有太好的治疗办法。米粒真的蛮可怜的，但是怎么说呢，后半辈子遇到我雷子也算他有福吧。这次回到家之后，我一定得注意黑米和米粒这个玩闹的问题，他们有时候经常在那拔河。哎呀，这不行，我以后得注意一下这个东西。但是你像狗狗他们这种玩闹有时候也阻止不了，但是我只能说我尽量注意一下吧。到家了米粒。嗯，疼不疼米粒？哦，疼呢是不是？嗯，疼呢。咱们现在回家好不好米粒啊？嗯，回家哦。哎，又横击了一路。让我看一下，你看他的掉的那颗牙旁边两颗牙，我看也有点松动了。嗯，疼呢哦，咱们赶紧回家哦。哎呀，这下开心了是不是啊？哎，知道到家了，走，放你下车回家。小公主去回家去。又开始挠门了。嗯嗯，我就知道黑米在门口迎接你呢。